哟，腿腿来啦！你来啦？点餐呀？哎，好嘞，今儿想吃点啥？哎，好嘞，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知道了。嘱咐完了吗？哎，好嘞，等着吧啊。嗯，等我。今天吃水果、面条跟挖的野菜。客官，请慢用。钱花的值不值啊？值了啊，明天早点来啊，拜拜。